大人，求求你帮帮小子！要说这斩首啊，那可是可多，稍有不慎，便容易犯禁。我师祖这人，那以前可是有名的刽子手。有次，他好友犯了罪，因身染疫病，被带到野外斩首，以便就地掩埋。我师祖这人呢？ 心软，于是便跟他说：“你别怕，我只看你的绳子，一会儿绳子砍断了，你便跑，千万莫回头。”斩！ 拼了命地往前跑，生怕再被抓回那死人堆里，就这么一口气，一直跑回了家里。夫人，就这样过了10年，也是巧。 当初三爷说的是安慰话，但也犯下了大忌。断头台前是死路，过五斩首，回天绝路。哎，后来呢？这后来呀！啊，拿钱！还有白天的呢。师兄，别聊了。 时间差不多了，师傅要开始了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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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！去死吧你！ 兄，小女，你这怪少女，这斩首是招，你这手有，你斩！
情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法场之上，那些马贼不明不白的自焚，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，很明显他们是有备而来的。废话，现在你是大人还是我是大人？如果你是大人，就是你做主，我站着，我说解就……大人，大人，今日的斩刑可是您下的令，万一那帮马贼真有余党的话，您说他会找谁？多加几句，邱大人情牵百姓，欲将其余党一网打尽，遂将马贼头颅悬成三日，以观后效。此案就交给谢七负责了。是。贴好了，快快快！哎，师傅，你看那些人在干嘛？奇奇怪怪的。哎，赶紧赶紧，走进去。怪什么怪？你没看到这都是潜在客户吗？潜在客户啊，这个。死丫头，小点声，吵着我爹睡觉了。师傅。小姐，我们到了。哎，傅大小姐，慢点慢点啊！下雨了，土包子。一会儿。
会儿你们搬行李的时候小心一点，我这都是贵重物品，别磕坏碰坏了，你们都赔不起。知道了。爹，咱们到家了。哎呀，哎呦喂，终归到家了，累死我了。我还是感觉不太对。哎呦，什么对不对？办正事儿。爹，看这个装神弄鬼的那个样子，跟抽风似的，这能有什么用啊？嘘，别乱说，别乱说，小心说话啊！得罪了神灵，可别怪我。东女王宫，西女王宫，暗阵中央，我吉利图。怎么样？哎呀，哎，你师父要钱，你也要钱？我就是替我师父要的，快点。那。从这个地方，前后300步，开吧！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来来来，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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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娃娃，快快快！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没事没事。哎呦！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爹啊，你怎么又给他那么多钱啊？师傅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这么多钱呢！他们弄完了，你自己上吧。哎呦！以后啊，就全权交给你处理了，师傅也该享享清福了，对吧？那交给我的话呢？嗯，就这，哎，花完再给啊。怎么会有虫子啊？师傅，这有点不对劲儿啊！你看，越来越多了。这是什么？臭丫头，这都是你招来的，我也怕虫子呀！这是怎么办呀？苏雅，只能暂时停止了。等拿到骨头刀以后再签文吧。那你不早说啊！我没事。你是不对。你看我的。师兄。师傅不是这么教的呀，哎，多长气！哎呦，师傅，师傅，您回来了。你们两个进来。师傅这是怎么了呀？这是犯了禁忌，心神不宁呗。哎呀，这要是有什么厄运报到他亲人头上。师傅也没什么亲人吧？师傅，传说这破了禁忌，不仅会厄运降临，还会有女鬼还魂讨债。真的假的呀？
身为刽子手，杀的都是大奸大恶之人，有何畏惧啊？师父，我们虽然不畏惧他们，但他们畏惧我们呀。走在大街上，都没人敢跟我们说话。哎，以后啊，你们会明白的。哦，对了，交给你们的事情都做好了吗？听说他误了时辰，犯贱了。刽子手手上真没来电，云鸾肯定会找他索命的。哎呀，赶紧走，这个地方太邪乎了，真是晦气。走，斩杀双瞳女囚，太邪乎了。走，就是，别站这么远。乡亲们，谢气惩治恶人，心怀坦荡，不信鬼神。这女囚双瞳必有蹊跷，我谢气必会证明这一切都是子虚乌有。求身犯重罪，天理昭昭，若真是阴差，何须要帮着大罪之人？我倒要看看你们和这个女囚什么关系。执迷不悔，这就带你上路。对，这就带你上路。我杀的都是大奸大恶之人，我有何罪？莫说没有地府，就是有，我也不怕。我等不便插手，二人自行了事。看这东西，我们俩可一夜都没合眼。师傅，
现在城内疯传，那女鬼出来闹事儿，都是因为您犯了禁忌，百姓们都不敢出门了。师傅，我觉得要不然咱把这头还回去吧。那女鬼要知道自己偷的是假头，不更闹腾吗？禁忌已犯，罪孽难消。上香。师父在上，徒弟昨日犯了禁忌，误了时辰，今日特来请罪。三天，如果蜡封没有开裂的话，就把它烧成灰。那若是破了呢？那就去找封石匠，把它做成全尸之后，再把它烧成灰。师兄，师妹，师妹，小贼，师傅，我痒。师妹，是他们先喊我小贼的，快给师兄解了。行，看在我师父的面子上，饶你一次。拿着，痒是吧？师伯好，叫我九妹就行了。师兄，起开。师妹，多年未见，还一点没变呢，怎么？还想着偷鬼头刀？起开！这师兄师妹的事情怎么能叫偷呢？我这次是真的有用。别！哎呦，我保证，我保证，三日啊，不不，两日，两日之内用完就还给你。接着编。哎呀，师兄！哎呀，你等一等，我不管，这鬼头刀本来就有我的一半嘛。当年要不是因为我是个女子，哪轮到你来继承啊？切！如今我半路学的，不过是借来一用。你看你小气的。你若是用在正途，我自然无话。可是，用来骗人敛财，师父要是还活着，也会被你气死的。你，不借就不借，谁稀罕？哼！走了。鬼佬，鬼佬。Thank you.
这两口棺材，隔壁守棺人刚送来的，还未来得及处理。这是我最喜欢的。啊。是这么多年，你有没有想过再换个职业呀？我这缝的都是无主之事，我不干了，谁来送他们入土为安？完整的来，总得完整的去吧。生前不体面，死后能如他们所愿，也是一桩美事儿。可大多数人对你的职业都不太了解吧？不求世人体谅，但求问心无愧。你不也是吗？说的也是啊。谁不是为此坚持到现在啊？师兄，你脑袋怎么了？几个都怪你，要不是你砍得不准，我就没脑袋了。我，你们两个进来。哦，师傅，您这几天一直闭门不出，该不会是还在担心那禁忌吧？女囚的尸体不明失踪，提醒我一个一直忽略的信息，很可能与那帮马贼的目的有关。什么信息？双瞳。相传这双瞳之人，可观世间人笑，通阴阳，羽化登仙，与皇帝炎帝齐名，乃帝王之相。那师父，你杀了双瞳之人，您犯了禁忌，不会有什么事吧？哎呀，师父的意思是，出现这些奇怪的事情，可能与马贼的目的有关。可您不是看见了那女鬼吗？
不管是人是鬼，以后就会知道了。我现在所担心的是，马贼并没有消灭，只怕会有更多人因为他们的目的而受害。哎呦喂！哎，再不迁坟，我就撑不住了啊！明白了吧？等把坟里的钱拿出来，我再向石刻金牙。哦。鬼呀，有鬼要索我的命啊！什么？
都这么晚了，是谁呀？傅大员外。哎呀，傅大员外，是什么风把您吹过来的？哎呀，请坐，请坐。您这么晚过来，是因为……就是因为你们，要不是因为你们镇子上刽子手犯禁，女鬼出来闹事，这么晚了，怎么会遇到鬼差呢？鬼差？还有假的！我差一点啊，魂都给他们勾掉了。这……哎呀，师伯，师傅。你没事吧？天哪，我师父没有呼吸了！师伯，你快过来看看，你快来看看呀！师父，哎，师伯，你快看看呀！我觉得必须得人工呼吸了，现在。嗯。那个衙门在那边亮灯的地方，你转过去就能看到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放开我！天啊，员外，我就派人去找啊！哎，走走走！念雅，你终于回来了！走开，走开！急死我了！哎呀，宝贝女儿。哎，大小姐，你怎么跑这么慢啊？没事吧？哎呀，回来就好，恭喜员外，恭喜！恭喜个屁呀！你首先不办事，怎么做县令啊？这父女俩果然一个样啊！哎，你这个你员外，员外，孩子不会说话，你不要生气啊！啊，原来你们合在一块欺负我了，是不是？还有。你们这个鬼差也是你们安排的，是不是？县令，我现在就告你！傅大员外，嗯，傅大员外，您且息怒，是真是假，我陪你去一趟就是了。师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听说傅大员外家闹鬼，所以就来了。喂，喂。这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的天啊，怎么办呢？你看看，全部都烧了，人也死了。哎呀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怎么办呢？看起来不像是人为的呀，不会真的有鬼差吧？这该如何是好？你赔我的钱，钱是什么？钱是我的命啊！这种事情也不怪在我身上啊！又不是你功力未到，千分失败，怎么会有鬼差上门？少废话，你快赔我钱！赔我钱！这不全怪我呀！快把所有的钱给我！爹，你吐出来！把钱给我吐出来！员外，员外，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哎呀，命啊，钱是我的命，这比我的命都重要啊！师兄，你们千分之地在什么地方？在凤凰岭啊，那个地方可邪乎了。这样，咱们从后门过去，我陪你去看一眼。你们两个照顾好你们师妹。啊不！那边呢？走。
这里就是你说的邪乎之地。都死人了还不邪乎啊？这里山势缓和，龙虎环抱，不欺侧，不卑视，风水的确不错，是一个富贵之地。不过，为什么蛇虫撕咬会至此呢？莫非是蛊？看来这里是有人布阵呢，要小心呐，很可能会有机关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我可没敢动，那天还没等动就出事了，哪敢再动啊？这里啊，自那诡异的女囚死后，这些东西便经常出现。你是说这蛊虫跟那女囚有关？很有可能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这是药人，自愿服下药物。练就金刚不坏之身，一旦丧失理智，只听命于次要之人。那人的女囚和他们身形一样，应该他们都是一起的，要小心。有问题，来人，给我带走！我要送他去见衙门。员外，你误会了，这里方才有药人出没，我们是被药人攻击的。药人？什么药人啊？我看不见啊！给我带走！师妹。难道是？他知道挖坟的秘密。刚才检查了，有血血迹，喜儿正眼外。日子马上便要到了，确保三个阵眼内养分充足，不容有误。哎，你们先出去，在外面等。是。这鬼头刀能镇世间一切阴邪。谢兄弟，如果你能给我迁坟的话，我会重重有赏。此事我真的无能为力。这凤凰岭的确是风水宝地，但却早已被人布下了阴邪的阵法。你要是强行迁坟的话，怕是家宅不宁的。你这是胡扯！你不就是会和仙姑弄个障眼法罢了？你喜欢
钱吗？好，钱全送给你。员外，这坟真的不能迁。你这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吗？代我向县令通报一声，就说我谢妻有重要的事情相告，明天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亲自见我一面。谢哥，你先忍几天，我们也没办法，总得有个交代。哎，师傅，你们不能进去。师傅，老左大哥，等我一下。师傅，你杀了傅大员外啊？走走走，走了。天宝，鹧鸪怎么样了？师傅您放心，他已经被我们接回去养伤。师傅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夜我和他们交手，我就知道他们是人假扮的。回来后我就故意将人头放入祠坛，制造假象，意在引蛇出洞。可是没有想到却断送了冯石匠的性命。后来鹧鸪带我到挖坟之地，我就断定那帮人要做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，所有的怪事都是他们事先安排好的，或许是为了一种仪式吧。你们两个通知刽子手同行，彻夜守阵，以防意外。一把心终变方形，此山唤作万人坑，阎王叫你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？别急，本官已经派人出去寻找了。只派人怎么安心？这一切都是那谢妻犯了禁忌才会如此。杀了他，我们的女儿已经能回来。好，杀了他，我本官明天就把他除掉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今天就得杀了他，杀了他。剩一个了，你来干什么？你师父杀了我爹，你怎么还有脸来？师父说镇子上今日不安全，所以我担心。用不着你们家好心，滚！那我明天再来吧。
娘，我真的是亲眼看见的，这人真的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，这真的有鬼啊！你闭嘴，别瞎说！这怎么办呢？这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他们要砍了师傅的脑袋！起开！你们怎么来了？哎，你快走，来不及细说了，又有人失踪了。这个上面都是失踪之人吗？他们打算将你斩首，平息百姓的怒火。你如果再不出来，会有更多的人死的。七月主祭都是至阴之人，他们这是想要干什么？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七月，师傅，咱们还是快走吧，九妹还在外面守着呢。血气冲狼，上！人啊，只是中了蛊而已啊！哎呀，师兄，我害怕！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！哼，谢气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越狱！喂，你睁大眼睛瞧瞧，这些才是马家的同伙，他们才是凶手呢！要不是我们，你们早死了。放肆！你搭什么嘴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整个事情呢，都是谢七一个人搞出来的，你必须要负责任，知道吧？九妹，别理他，我们走。走啊！哎呀，喂，你们去哪儿啊？你们别走啊！这是谁来保护我啊？喂！这些百姓怎么能这样？师兄，搭把手。这事咱们还管吗？不要管世人如何无情，我们的职责就是诛杀恶人。眼看着罪恶而不去制止，岂不是愧对我们手中的刀？
听说要去斩杀恶人，这事儿怎么能少得了我们呢？反正我们手上也沾染了不少恶人的血，人们对我们避之不及，多一个少一个都一样。对，升仙之后再找他算账。唯有鬼节可开，今日正是鬼节。
的香炉，断了他们的幻境。丧心病狂，为了修仙竟然残害了这么多无辜少女。他们为了我的大业而死，应该感到荣耀，神灵会记得他们的贡献。哼，自欺欺人，你用幻药和蛊虫来控制他们，不过装神弄鬼罢了。你杀我妹妹，你坏我风水，如今有人坏我好事。是双胞胎，怪不得。你找死！管理的正，就算进入地府也无罪，我也不怕。错的是你们，而不是我。即便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也会为了更多的百姓斩杀你们的。师兄，师兄，有罪必诛。
严律守法，为天下大道而行，我不怕你们。你师父，刽子手真是喜欢多管闲事，多次坏我好事。你的好事伴随了多少家庭的祸事，你自以为是的双瞳不过是一种眼部疾病罢了，而你却异想天开，残害了多少无辜的少女，简直是十恶不赦。胡说，我这明明是神迹。打死他，再歇会告诉你的丈夫，你个贼心，还生了两个妖怪。不是你们，我们也不会如此。你还我妹妹！你的七阴飞仙阵，纯属无稽之谈。你的父母也希望你们能过上正常的生活，所以才骗你们说这是神迹。你说谎！这是焚元阵百年前的遗史记录，里面写着：双瞳异类，古滇国祭祀，七阴飞仙，纯属无稽之谈。数百教众被缉拿归案，斩首示众，以儆示人。我不信！师父，师父小心！妈妈说过，当姐姐的一定会保护好妹妹的。笑一个嘛，给姐姐笑一个嘛。就这样，大案得招，失踪少女被救回，娇娇也在自家坟地挖出一本致富经，在父亲坟头烧掉。而我们刽子手，师兄，要不还是你来吧。哎，我现在可是有家室的人，来不了，来不了。不必那么担心。这世人的眼光只拘泥于那些没有胆量的人，长道跟家世没有关系，这是你应该得的。一刀劈开生死路，两脚踏出是非门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自知本心，斩恶魁。我谢其决定，于今日封刀，将其传给我的徒弟韩胜，希望他恪守本心，惩恶扬善，自立刽子手的一门规矩，一律斩恶魁。
徒儿谨遵教诲。师父，您把刀传给了师弟，您以后要去做什么呀？我要去赴当年的一场约定。
到你远去的踪影，蓝色的夜缠绕了一切，还有我自己在倾斜。梦醒的时候，将痛的骨骼记起了你初见的青涩，微微的风吹的都不剩，还有你说过的永恒。你说我像你，像美丽的脸，却这样随着波浪离去。我总想清醒，不要再憧憬，思念却狂转个不停。你说对不起，可是你的眼睛在证明你明明在疼惜。你会在哪里？我要找到你，一起失去所有回忆。我愿意为你，却狂转个